Hello Pixel， 恭喜曬你哋夢寐以求嘅舞台，今次完 show， 跟住感覺係點樣？感恩，好感恩所有發生嘅嘢，包括我哋演唱會前所有嘅台前幕後準備啦。咁今日真係好感恩，喺呢個三號風球底下都有咁多人支持我哋，真好開心。Michael 咧？完全同意，都係感恩，係好開心可以有一大班人係咁努力為一件事，咁多人係幫我哋，一定要逐個逐個多謝翻，係。今日是我哋第一場，亦都係唯一一場。希望我哋三個繼續努力啲，再生性啲。希望之後可以開多幾場。係。覺得自己對自己今日個表現如何啊？一定唔會話自己係滿分㗎啦，因為我哋追求嘅就係下一次可以更加好喎。咁但係今日其實氣氛上大家都好 enjoy。今日係哇！各位真係～留了一個很好的回憶給我們 Pixel， 是啊 ，Encore 了兩次，是超勁。最尾那次 Encore 是我們沒有預料過，跟住逼我們唱前傳咯。其實是啊，有冇唔記得？有冇 lost step 啊？係啊，唔記得啲舞啊咁樣。唔好話冇啊，歌詞都唔記得，因為唔係我哋唱噶，前傳唔係我哋唱噶，係十一唱噶我哋嗰陣。但呢個演唱會係咪對你哋意義都好重大啊？非常重大。是非常重大，是代表我們 Pixel 終於走到這一步，是我們等這一步等了很久，而感恩竟然可以在這個 moment 走到上來，是多謝大家。 是不是家人都有來支持你們啊？三位有啊，全部都有，朋友啊，中學同學都有。是不是算是 Pixel 暫時最大成就啊？我覺得不會用成就去形容的。今次我覺得可希望真的是一個熱身賽，是的，咁亦都啱啱先開始，係啦，我哋一路不斷咁建立緊好多唔同，例如除咗唱歌方面，可能戲劇啊、綜藝啊，大家其實不斷都好努力咯。咁希望可以即係演唱會又可以搞多幾場啦，亦都有多啲唔同工作機會。冇錯。你啲係咪最後一個即係歌手爭位喺度喺沙河開唱？即係講演唱會，係演唱會嚟講。九展好似我哋係最後一個大型的演唱會，九展搞好似係，但係之後好似仲有人會搞活動，係係咪有 show 嘅？有 show 嘅，係啊，唔係沙波，所以沙波係你哋售票嘅演唱會。售票演唱會，其實大家問我哋，我哋都唔知道。係喎，真係唔知喎。但係我哋都希望係啦，但我都希望我哋真係最後一場咯。希望其實頭先嗰個現場嗰個氣氛咧，我覺得俾我感覺到係即係大家好唔捨得嗰種感覺咯。係就係當最後一場，就係當最後一場嗰種感覺咯。係啊，所以好正。會唔會特別更有意義咧？就係你哋最後一個單位。都是你們最後一個event，咁緊要啦，我哋咪有 Pixel 咯。遊咗好多團學喺依度，係咯係咯，即要同佢講再見，有冇啲感觸啊，或者點樣啊？都覺得始終我哋係呢度出生嘅，咁呢度結束唔代表就係真正嘅結束，因為佢會喺其他地方再崛起。我哋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嘅。其實我是有努力增肥，我也是有努力增肥。所以聽到人說我瘦了，我是不開心。是啊，他吃很多雞肉的。你增了多少啊？有沒有吃啊？其實我一直這段演唱會期間，我知道開始就基本上跟你們工作都是喝奶粉啦，就是又吃一日吃三四餐這樣咯。所以其實演唱會開始之前，他兩個是從來都沒有吃過東西，我就不斷下面拿飯盒上來吃，不斷吃咯。但估不到都是瘦了，或者我看不到你坐在上面看到啊，可能瘦了那些變成肌肉了，坐在上我們就引證你是真的肥了，那可能要看下一個演唱會，沒錯，有下次演唱會就除了，是的，下隻左啊，啊哥說你問問粗的，他真的大隻的，是嗎？啪啪聲的，但是不想在第一個演唱會就 show 完所有東西出來，我想我們都想大家留意 item 先，但是你望梅子鶴這個成果瘦身咧點啊？O 唔 OK 啊？OK 啊，因為一個月前我仲係瘋狂食零食嘅嗰陣時係，跟住之後呢一個月我係
係咯，睇嗰檔食咗咁樣咯，跟住之後就瘦翻落嚟啦。咁、那個狀態都最去到最好，今日就係、是。而家幾多嚿啊？而家十幾嚿。要。哇！十幾哇！你。多鹽，你幫我驗佢而家幾多嚿？甩下，甩下，你可以攬開件衫嚟甩咗。咦？你光眼化喎、啊，有廿嚿，系咯、啊，光眼化你望，醫生嚟，哇，透視眼添喎，唔係，但係真係有料嘅，有料嘅，有料。咁你有冇料啊？係咯。咁我要摸下先知喎。有料有料。廿二嚿脂肪，講下先。變咗一嚿。唔係都有嘅。阿 Marco 係咪真係諗住同阿爸爸講買架車啊？你頭上已經開咗口咯喎。睇唔到，問我阿爸咯。呢次有冇同爸爸講過？冇嘅，冇嘅。諗住因為我依家都係啱啱考車牌啫嘛，咁、所以都係想揸我爸爸架車先，係啦，貼個 P 牌佢嗰度揸佢架車先，係啦。點啊？佢俾唔俾你揸噶？佢俾我揸，問過先考噶嘛。我係第二 tick 先 pass 噶，其實我好有咁老實嘅，我好有信心第一 tick pass 嘅本身係，但係咧。但係咧就太有自信啦，就冇錯就太有自信啦，所以就第二 tick 先 pass。第一次喺邊度啊？講唔講得㗎？我衝紅燈啊！第一次，梗唔講得啦。唔係考試係 OK 嘅，咁大家係如果喺新界附近出現咧，就小心啲啦。唔係，我依家好安全㗎啦，我二十公里行嘅啫，平時都係。有冇練習下考咗之後？考咗之後未攞到個 P 牌，係前幾日考完咗，都係廿零號考。考完之後就演唱會。一攞到就要去邊度練習，或者係載邊個啊？機鋪喺我屋苑樓下圍住圈轉先咯。你兩位咁唔敢坐啊？唔使啊，多謝。係我會 call 車噶，放心，我中意 call 車。喂，你唔好咁啊！冇，等你安全啲先啦。係啊，俾翻自信我啊！邀請你哋兩位坐，你坐唔坐啊？會，一定會坐，不過坐一次咯。係啊，咪要等幾耐先？你詛咒自己嚟噶，唔係可以，唔係啊，要你坐多啲啊，唔係成日車你咩？係咯，依家佢係啊，你知唔知佢成日車我哋啊？我而家真係租咗場冇車牌。我冇車牌啊！你有冇諗住考啊？我有噶，但係我冇咁嘅動力，成日都。因為而家佢考咗。唔係我冇錢買車。即係我都買得好貴嘅，即係諗價錢都係啊，但係想儲咗一嚿錢先。想買樓先係嘛？你又知嘅？係啊，呢個係目標嚟嘅。標嚟咁但係你會唔會即係可能叫阿 Phoebus 幫你補下鐘咁樣嗰啲啊？哇！佢啲時間好貴喎，應該我係咯，唔係點解你要唱陀飛輪啫？唔係之前我有同佢講過嘅，不過啲唔出得街喎。評價佢手車點樣啊？有冇評價？未佢係真係喺我哋排舞臨on show前一兩日，跟住就要去考車咁。所以我哋就同佢講話，如果你今次 fail 咗，你就影響曬成個表演啦。係啦，唔好翻嚟見我哋。係啊。俾自動波嚟。自動波，代步工具係。咩？唔可以啦，自動波好啊。自動波梗係好啦。嗯。Phoebus 你係自動波定棍波？棍波。Battle 喂 ，Battle 啊！我冇波同你鬥噶喎。我冇波啊。係。我冇波嘅，肥仔波。係有肥仔波。問下三位三首動畫主題曲咧，係你自己冚出嚟想唱啲三首？其實我發覺我哋傾緊呢個嘢嘅，發覺係有代溝嘅。雖然我哋隔兩年，大家都話冇聽過呢首歌。冇聽過邊首？光之美少女。我冇聽過光之美少女。邊個聽過光之美少女？我咯。我咯。好出名嘅喎嗰陣。唔係啊，你三首我咪就嚟。即係你哋一人一首係咯，即係最後一人一首。係一人一首嘅。四人揀一首。唔係喎，唔係佢冇揀過啊，佢完全唔識啊，係啊。你冇童年嘅，咁佢好聽嘅兒歌係啲咩歌？我嗰陣時兒歌係哇，你咪應該俾 B 站啊！我睇動物頻道喎，以前細個係，係啊，我以前細個係睇動物頻道啊，我睇啲大笨象叫咁樣嗰啲，所以咁係啊，所以咁係咩好笑啊？所以咁可愛啊，咁純真，多謝你喎。係，佢好喎，係啊，好中意研究動物㗎。係啊，佢好中意研究嗰啲嘢。誒，得閒研究下你咯。誒，唔定我使咩研究啫？係啊，依家研究下。講呢啲。係，咁你哋團歌咧，同埋 Phoebus 都有新歌啦，會幾時先會正式推出啊？我哋而家其實拍好曬 MV 㗎啦，係等夾好個時間，跟住就出咯。咁因為呢排真係一路搞演唱會，冇時間準備啲 promotion 嘢。睇下大家期唔期待咯，期待咪出快啲咯。同埋係咪話會出二位 album？
哦，係啊，會出會出，應該喺下個月。多謝你提醒。應該下個月。之前噶嘛，但係而家好似都未。應該下個月，係因為佢仲整緊好多嘢。嗯嗯。咁幾時候拍拖啊 ？Part two。演唱會。哦。其實今日都好好想。即係好想今日係第一場，跟住聽日仲有一場咁樣，因為第一次始終我都覺得表演上面仲有好多啊、表現得未係一百分嘅地方咯。嗯。例如咧？其實頭先一開頭頭嗰三首歌咧，唔知係咪腎上腺素升得太勁嘅時候咧，就好俾力唱，跟住一到自己 solo part 嘅時候，一唱慢歌就相對上會覺得把聲已經攰啦，係啊，即係就係未夠經驗。係咪有少少失準啊？真係。我覺得可以再好啲咯。冇最好，冇最好、嗯、每次進步落去咯，我係想。冇、嗯、錯。下次都挑戰四面台啊嘛，有冇壓力啊？五面啊，諗住。講下笑嘅。殺咗佢，笑得唔得？點算？冇人過分我哋啊！之後搞到。喂，講下笑。都係係咪 ？Quick change 係第六面。係嘅，係。喂，就係啦。係啦 ，OK OK， 我哋接到啦，下次唔做訪問啦，應該。大鑊。係。都可能想繼續挑戰啊，係咯，咩都挑戰下啊嘛，係。四面台嗰個氣氛係俾真係真係第一次咁樣享受，我覺得今日係簡直。我係包圍住我感覺係。好幸福今日真係。冇錯。